欸，各位同心大家好，有精神吼，欸，外口天气较冷，听参观两个讲师讲吼，讲爱讲较大力的，后壁较有听的，啊，所以有可能是咱咱迄个这个教程吼，各位知影吼，本来后壁是遐州政府的办公室，但因为惊吼咱的电招吼人数较侪吼。啊，所以接袂落，所以咱即摆上课呢，去后壁迄个黑熊教室迄边啊，迄边黑熊部队吼要上课遐吼，遐人数较少走遐，啊，所以咱只后壁拢撤掉。啊，像今仔啊，早起时为什么叫大家电招弄放过嘛吼？我是卖讲这啦吼，我讲咱的希望与等待。啊，我的名爱记咧吼，大家看咧哈，我的名哈。我的名字哦，这拢爱特别强调，你知无？诶，在王公棍吼，因为去年四月吼，啊，咱有派美国的，啊，结果伫美国遐做了无适当的迄落行为甲言论出来吼，用迄落三字吼，叫两字啦。啊，所以我拢惊外口人误会吼，有人讲北京伊个台语阿向回归吼，无注意听到吼，所以我来咧上课，我讲台语这个名讲，因为我讲我要负责，我做负责的时候，必须伊个名记得清楚吼。我想咱这高级班大家拢修过吼，应该知影我咧讲这个名，大家做清楚嘛吼。有无清楚的无？三字调两字，还会知影无？大龙仔啦，吼吼吼！这个希望与等待，吼，我是用北京语台语作为用马件，吼，因为其中话可能是听咱台语，我当完全拢知影。这个希望与等待，吼，我是看什么的啥呢？这个法国这个大文豪，吼，叫做大聪马。大聪马大家知影嘛吼？还有一个小聪马，迄、那个小聪马伊写一本册叫《茶花女》。但大聪马呢，伊写一本迄个文学著作吼，真有名诶，叫做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《基督山恩仇记》吼。所以之前啦呢，描写一年啦呢，我后壁还佫来请酒桌吼，较袂到尾来头我咧讲，我无啥听到安尼。看嘛，阿爸要有甚物阿爸来无？这本册主讲吼，叫做《Adamant Dentist》，伊是一个尊员呐，本来是尊员尔。但是咧行船的时阵吼，拄啊走队呢，到迄个圣赫莲那岛吼，就是拿破仑，或者是失败了时，关于迄个国岛遐。啊，这个船员这船啊吼，咱走迄个国道遐时吼，拿破仑交代一张批啦。啊，一张批时吼，结果安那呢？去用安那发觉，啊叫检举了伊个未婚妻，就是呢未来某吼，或者检察官甲罢免伊。啊，佮所有的这些吼，变一个那一个船员无代无钱啦，讲这张批有啥物作用哦？拢伫迄个孤岛内底关十四冬啊！我是绿岛吼，我本人绿岛十五冬啊，吼吼，啊，即十四冬哦，这个伊安那较好运啊！伊伫孤岛时阵吼，拄啊呢有一个吼爵士咧，爵士吼，伊学问好，啊，佮啥呢？佮有迄个买上迄个财宝，迄个宝贝吼，宝落掉人吼。啊！伊即个画一个图，和即个爱德曼登提斯，来讲希望伊咧处理了的时阵吼，即宝藏拢会当予伊啦。啊，所以十几档内底吼，即、這个爵士佫教伊册啦。本来一个毋捌字兼无卫生的吼，啊，伊十几档的内底教伊册时吼，摇身一变安尼变爵士，完变爵士哦，叫伊基督山恩仇记内底吼变成爵士吼。够好分啊！所以以前该害啊人吼，拢唔知讲这个就是中原啦，啊，拢是互伊被害过的就对了。
爱说开始拟定，搁有挖到迄个宝藏了吼，伊甲拟定一个计划吼，免人报复遮个害遮个人就对。所以这本册足精彩，所以我看了心哦，我也感觉出点啊呢。伊个最精华的，对结论就是讲咱呢，人生活伫希望与等待中就对啦。所以咱完成去报复，所以咱呢，咱做岛民政府毋是甲咱尔，所以生活伫台湾即个遮个人。咱靠咱外来政权，甲咱揪，甲咱压迫，甲咱连接，甲咱糟蹋。这个国家现在中华民国是一个壳，你知影无？是一个唔知实在有实体。因初的是个国家，迄是因咧好个。但当初的时呢，我也唔知影咧。我来时呢，从细汉本来是咱是日本囡仔，我是1940，也算日本囡仔。在1945的时阵，日本就是咱的母国投降，无代无事，咱即个只规个咯，中华民国阿爸过来时咯，拢改做啥呢？啊，中华民国的国民呐，吼、哦，这无经过咱的同意，违反国际法的，但咱拢唔捌。你包括美国捌有抗议了，那无替咱出主呢？啊，所以咱人呆呆戆戆，爱从细汉读册，拢读国民党的教育。然后几十当初咧坐迄落，又咱个讲你是外来政权，结果阮着三十米内底，吼遐堵着着啦吼，而且堵咱着无时间通去讲啦，因为咱伫短短40分钟内底，咱无通讲去我过去吼，所以我当讲着讲，咱迄阵啊接受教育，但是咱是接受教育，但是无接受教育着着啦，因为阮从细汉一直安那呢。因为阮的家庭的关系，阮阿叔、阮老爸去接啥呢？接遐个所谓投回祖国怀抱去高雄港的时接的时喏，这是真歹印象，就遐完全和铁甲兵相像。佮阮阿叔是做医生，要出去看患者，了做遐中国兵也无缘无故，就拍成那个才无死吼。啊，所以从细汉一直咧听，佮甲讲阮阿嬷。迄个时阵，互阮个三阿哥，若要出门个时阵呢，拢用个黄连抹黄连，着手啦、面啦抹黄连，抹甲黄酸细细。所以中国兵啊，看到个时哦，着走着着啦。所以即我有当我大汉捌了个时哦，我讲吼阿嬷是真正厉害，互阮三阿哥拢保持了真完整，都无受了中国兵个糟蹋呢。所以细伫个家庭伫成长个时阵，知影即部中国兵也是走路兵啦，你走路兵是喏，但是呢，你伫这教育有法度的，所以阮伫咧读，伊放了出来，阮阁继续参加啥呢？中华运动，较早毋是民进党，较早叫做公正会，啊，所以阮希望讲把这外来政权会当推翻掉伊，咱家己本土的单人起来做话头啦，咱迄阵也是拢讲总统哦，啊，即摆咱无咧选，也叫总统啊。但迄阵啊呢，长时间在遐承认，讲呢，把这政权引导了后，咱台湾可能会改变。这是咱康师傅上伊啊，意向前列的想法啦。所以长时间伫咧抗战的时阵呢，老实讲，阮大小战役都战过，大小战役也拢战过，南北是拢战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就是讲，咱一生有一个中心思想。甲既然你甲乖十个当，我即摆腰甲酸痛吼，那我来讲话拢袂听啦，啊休困会听就对啦。啊人叫我手术，我不爱手术啦，因为手术了还是你若袂听吼，人若是安尼啦，拢会袂记起过去吼。但我既然酸痛，我就讲这种国民党甲修理的，所以我拢永远记着，甲真了已经30-40年啊，吼、哦，这里是呢，所以我讲吼。国民党底下甲咱糟蹋的时阵哦，有咱的教育，咱的反抗是讲啥呢？咱的若选举赢，可能要改变，但是错误的观念就对了。你认为做总统的时候，当然有改变无？无嘛。后壁选到总统的时候，有达到改变无？无嘛。
所以啊，到至尊的时阵哦，民主台还佫伫咧笑忙伫咧咧，忙讲，啊是孔乙己，但三中做的时阵改变，即个郭鹏泰做了歹，我歹的时阵哦，老百姓哦，想要变哦，还有机会，我怎啊，啊拢无效就对啦。为啥呢？各位来自来遮受训，你较知影，咱家己台湾要主权，咱会伫咧就讲的，台湾是咱。较早阮若咧伫地牢控制的时阵吼，拢讲啥呢？讲啊，着台湾是咱台湾人的啦。啊，话几十冬啊，各位恁老参加民进的运动的时阵，你着知影。啊，这拢是咱家己的呢，情绪上的。这种事发的，这是无唔对，因为咱是讲台湾是咱台湾人的，咱住伫遮、生伫遮、食遮水、食遮米啊，咱死人代志就来遮啊。所以拢是这是为感情的，你知影？但感情呢，拢错误伊，就影响着咱的咱的理性。所以咱即摆来台面政府了后先哦，我是各位来觉醒，意向经验无能改变迄个属性就对啦。所以咱是美国来接命啊，但是呢，本身这台湾这所在，还佫是日本天皇内底。所以咱当初的时，你等于后边还是咯，讲无咱安尼呢，买一个也国袂动，啊无安怎呢？咱用改名，用台湾共和国，啊袂动。为啥袂动？过年期间我拜访人就对啦吼，因哪咧讲啊？讲当然啦，咱即摆去联合国的时吼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该好发表伊啊。啊，我问伊讲啦，我问伊啦。中华民国还未用赶出以前呢，伊是联合国内底啦。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，伊为啥无要用合法权？伊想着讲，对啊，伊只会讲合法，啊，以前你为啥袂当合法？伊无想这个问题。人家那是脚踏实地，中国大陆伊是伫遐占领，伊伫遐实权。但中华民国较早时，你是流氓的政府。台湾是你的，所以你是流氓的。你做代表讲，中国也是你的流氓政府。在国际局势的时阵，迄阵啊有适合伊呢？为啥美国听你？因为甲美国讲，我过这个，但是我呢反共。所以美国时阵啊，为着了围堵啦、围堵、围堵共产国家，所以迄阵啊，互老蒋的这个啊生存下来。但是当国际局势咧变化的时阵呢，美国改变政策，迄是当时1971年，1971年的时呢，由阿非33个国家，因大家美国讲，讲啥呢？你地图拍开，迄、那个土地甲人口拢占全世界5/5，为啥伊我着代表中国？为啥要一个小小台湾代表全中国？阿非33国已经不落，伊讲如果你美国若要改变你的政策，阮阿非33个国家就是叫做第三势力集团，要哪要歪伊苏联集团呢？所以呢，这是国际现象，所以说迄个美国迄个条件，那就国会厅来甲遮老蒋来讲，讲安那呢？因为国际局势变化，所以希望。你会当降落来普通会员国，啊！你会协助呢，交予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但是你的管辖范围呢，台湾、澎湖，还佫加两块石头，就金门、马祖。吼，啊！迄两块若无爱，啊！你就中国，啊！若袂，你就台湾、澎湖。老蒋迄阵啊，如果答袂的时阵呢，安尼，咱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等于台湾。我讲，咱今仔代可能就无伫遮咧上课啊。迄整个历史界迄个是变动，就是安尼。但老蒋讲汉贼不两立，结果美国学者改讲，这个局势变化吼，我无能支持啊。所以袂当用火车钱。老蒋照你讲，啊，我着按你话实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叫我好管好啊，为啥袂当好管？各位来思考这个问题。过年期间的时候，我含民进党一个
较早是做过大官的就对啦。含伊讲这个问题，伊是哎，伊较想得着啊。讲你即卖买就是人家货款，啊，当初人买就你靠发动货款，钞票就对打。因为你是安那呢，一个壳尔。所以中华民国，你来台湾是一个壳，这个壳呢等于寄生虫，你知影无咧？寄居蟹啦，寄居蟹叫啥来？叫做夹绳啊。为人听无无夹绳啊？来听无夹手？大拢听无？叫寄居蟹啦。迄一个壳，阿个就无体入面，迄个是遐钱嘛吼。哎，钱嘛安那呢？迄个壳袂大，你知？但是钱嘛会大。即卖中华民国这个壳吼，人家打伫咱台湾啦。咱台湾的时阵哦，顶迄钱嘛，钱嘛吧，咱会大呢，咱伫咧大，系啊，这个壳阁袂大变啦。你若硬硬死伫这个壳内底吼，倒变拢死了对啦。第二时阵是相依为存，倒变都做死，因为这个壳袂大嘛。所以我有一个驾生的时阵吼，我有这个经验呢。去年的时候，我伫基澳啊，买两只驾生回来的时阵迄个啊，一只拢脱粪自由啊，总有酸水，伊个贡卡就吐了，拢走出去吼。所以我其他找拢无，就把放弃啊。那万一死的是臭屁就出来吼，就吹掉啊。结果呢，这不是咱想的呢啦。哦，四个月后啦，我毋捌下晡时啊回去，下晡时电闸开的时阵吼。叫人招在你客厅遐啦，我后怀疑啊，惊拢奇怪，这四个月也无食物件，那是那个招出来遐客厅遐，了后我甲抓了一笔了吼，我到之后问起，讲奇怪，无食物件，是那个四个月才招出来，伊讲迄做内面的啦，吼，而且卡伫遐暗的所在，所以无怪我暗时啊，就伊拢会锁出来看的，我就拍开的时阵招出来。所以我抓住不了，我用那个袋子，我还有脱粪自由。但是当时人呢，看，这两个锁出来了，离开那个壳就对了。想下可能天气热哦，无用一个电风扇吹咧，叫做错误唔对，迄个唔想趁人讲天气热，无开冷气呢。锁出来，我奇怪，大概另外一只无，赶紧来找出来。结果呢，第三日，煞拢跳去啦。跳会跳有无？要死就对啦！我惊一个，我个饲个饲个死啊！吼、哦，另外一只我惊一个，迄个暗吼，我着赶紧用车载咧，走西澳湾个放生啦，放生啦！我想讲奇怪，为什么你只只好好那会死？原来是安那，伊要去找新的壳啦！我走去后问讲啊，这价钱很大，你来野生吼，伊家己去找壳啊！所以咧，技术也是挖落，但是你甲饲的时阵哦，迄个壳袂大，变做啥呢？伊挖到有一个安静的所在啊，所以爱死啊。所以我想，咱个台湾政府甲中华民国就是咧，中华民国就是壳啦。咱本身台湾就是咧，假使啊，迄只呐，迄只芝麻巴就对啦。咱伫咧大，但是咧壳挖到熟个人，大好在在，有咱台湾民政府。未来就是台底中华民国这个壳就对啦。所以咱老婆呢，尤其即阵，咱说的中华民国体制内底，草木业选举的这大家，你若无从咱台面叫出来哦，拢总死，一死八级呢，把咱就拖死你噻。伊就无法度想讲。既然中华民国我存在先，尤其咧北疆吼，北疆伊把迄个敖西啊，敖西马上将提掉去，你知道？所以咱台湾本土遐作势空空戆戆，个啦，选赢会当安怎？选赢会当安怎？选赢你要安怎？我到咱台湾带出国际社会内底无？我到地位正常化无？无法度嘛。所以为了选举利益尔尔。咱就投一百三十块呢，正当火站呢，个领四当呢，咱钱啊是戆戆到即阵啦，戆到咱加上咱甲台面政府了时哦，彻底啦，觉悟，所以已经唔对反应，
咱重新开始，就是所有内底中华民国内底参与选举的这些人，拢是要做伙撑咱台湾人的啊。搁什么政通消息？尤其吼，咱感觉较痛心的啦，较艰苦的，是咱为细汉一直培养出来，一直支持出来的民进党。因这些人有足侪穿的是绿色的，但是骨甲肉有当是蓝的。原来啦，派出来的派出民进党来的，这个慢慢的国民党化的。因为想讲要去台湾的时候，要来传入国际社会，无咧想的，拢一直想讲我选举变咱赢了，选了掉伊吃大地，啊选无掉就吃小地，啊这真苦啊，这交代咱台湾人哩啥？啊所以各位，来有机会来参与这个大民政府的时候，老实讲，你这个观念要改变。老实讲，我资金的民进党员呢？哎呀，选举的时候，当咱的秘书长宣布讲嘢，输八十万的时候，老实讲，我还阁不服气呢。我哎，咱支持那个输八十万，安边人伊啊？伊是当时呢，万年会十二月三日宣布的，一月十四开始投票。各位大家有清楚无？伊十二月三日正式宣布啥？美国的消息，就是哎呀，就输八十万票。但是呢，啊，咱讲我输掉，伊投阿英啊，啊，咱是袂使投票啊。啊，就阿英啊，是用看咧表现咧袂歹，结果咱袂使看咧表象，你知影无？阿英伫美国访问的时阵，伊甲美国讲，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，台湾毋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毋是台湾。伫美国讲，这符合我的政策啊。但是事实毋是呢？大家了解都讲讲演讲，各位知影无？底下演讲啥呢？讲中华民国不是外来的政权，中华民国在台湾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。电视报道看一个新哦，红会人倒起来，你知道吧？结果不是咱倒尔尔，连美国遐红会人倒起来，美国遐倒倒啊！你记得挨个时阵啊，是政治老思想，是个政客。你伫我美国送你国旗，你不但无挂马巾，啊，你囥暗拖下来，阿马巾呢？你阁讲啥？所以我讲哦，所以咱一直咧插政治事，拢算咧强求就对啦。我长时间拢较认真拢咧强求，对哦。后壁选举的时，我有一个的是，那我一台车载足侪资料，从迄台车上出去分析伊啊，三更半暝总用偷伊啊。啊！我想咧讲，这什么人有法当偷？因为内底我有名，为啥？你着爱钱，吼、哦！普通人较早偷干车拢来哦，你的车伫我内底要五万、十万哦。结果毋是呢，我内底做者资料呢。结果这台车，我透过交通局靠在啥个身哦？沿路甲咧三分九九的，这台车还是四 H 的。报告是全台湾，我要封锁这台车，店内拢无啦。你知无？迄牙表选去第二日咪，第三月十日到站，就用迄落去的。所以咱写咧事先咧，咱要甲啥人讨？来个牙表迄阵啊，用二十六地，迄落过门啊，我会发，发甲剩五地，包括我家己本身一地，对不对？拢啊放伫车顶尔。你看，到站，我发甲饭店外倒转来哦。早时啊，我七点来要出门啊，但我车无去啊。所以咱是安那呢？为着讲要代表咱台湾人的时阵哦，咱要付出，拢无第二句话啦。台独咱在后壁要动战叫了的时阵，美国家讲你这袂使讲，啊你这袂使做，啊你这袂使，这袂使。你后壁你也想讲奇怪，啊我身为台中华民国总统，干你甲指指点点啦、啊？你敢叫你爱智囊团来想看卖？道理对是呾。啊！我后国号，后人民，后政府，后土地，啊！啥你无要承认？讲遐做着了后，控制你后的吼，啊！若出路街路吼，拢一路拢青灯的啦，拢袂记一字啊！袂记讲用
较侪时间精力来讲，为啥？我若选举的时吼，啊，拢来走美国，甲走日本。为啥要选总统？未走苏联，也未走中国？恁家无想这个问题？你个做人大概未想这个问题？你嘛要想要选的时，你中国真好啊！你为啥无走中国？你为啥叫金普松来代表你伫美国？还要走日本？你若走，能走日本？啊，当然选举，你家无要走苏联啊，啊，无走中国啊。啊，你若讲遐代表侪吗？中国遐所在代表，遐代表佫比美国较侪啊，比日本较侪啊。遐代啊，代表啊，代啊。啊，所以想这个道理是原来咱个这个所在和美国是不能有关系嘛。所以各位来上课了，你会感觉讲，哎呦，恍然大悟，原来有这个关系伫个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老实讲吼、哦，我心情痛就是安尼。国民党我青春十五档哦，这十五档个人，这是不要紧哦。但比这个我青春，我比你较济呢，你要加倍呢。这新年的台湾人，咱一直那呢，咱就讲用咱真情就对了，吼、哦，咱真情的付出了哦。叫我黄树平激动，然后起来了，三啊三十的重要政策的时阵呢，内部人都开始反对的声。叫个哪讲讲那呢？我们是多元化的社会，所以咱是多元化的政党。所以我们不是一言堂，我们可以容许不一样的声音，用这个做借口。但实际上呢，因树底下摕到好处，就替人讲话，啊，用这个讲啊，多元化的社会内底，无同款的声出来演出家己的，真酷哦。当初一克话要签的时，各位来知影无？民进党的时讲啥呢？讲咱的人数较少，所以咱就无当伫遐悲歌，无当伫遐很标悍啦。好，一个月都安尼过，但是讲的时阵呢，美国受到奖，媒体来个像美国毒牛，你讲这个事变的立法委员，有人啥遐贪啊？好啊，表示对台湾人民来提供真需要，要困三昧三日，一个月拿来反对。你老这个精神，我要拍破啊！但是安尼无无，结果咧输掉咧了解，前面个话有遐大商企业家，干咧台湾的企业家，摕这个去乌西着遐高层的人，但是数落钱咧，美国无可能安尼做诶。我各位，结果呢，数落钱的时候，是因为美国派一个顾问来。来讲啥呢？讲你若讲做做种即个侪吼，啊，恁台湾的鞋啊吼，佫比阮较侪啊。伊甲讲一句尔，啊，叫代志拢无去啊。各位分享看卖咧，伫个一个话咧，无人去抢，啊，苏联就另外伊咧抢，啊，你白白爱人吗？白白爱人数吗？所以政治乌合到这个程度，这些你。在另外内底，家己要拍拼是，一个开山了后，暗时啊，就招招去啉红酒。哦，啊，这骗太大了嘛！就咱这个单纯的台湾老百姓，就是有这人咧玩弄，咧来耍就对啦。所以各位，不管恁是看到网络来，还是朋友介绍的。还是去同学的感情做下来上课的，咱都不管。今日来就是表示你有机缘来参加台湾民政府，所以讲安那呢？当咱的必须你有个别国了的时阵吼，老实讲，我真阿袂加入。我来一日讲的时吼，个别国，哦，我第一个听到呢，这天大地大代志呢。这不是人在相拍，在过来换呢？这各级的国家、各级政权爱消失你呢？爱有地球消失你呢？这是真重大案件啊！我来讲，我正义受难者的时阵，我是国民党迫害，
但我着过美国来过无成，啊，毋知无成是啥物道理，咱毋知，因为代表迄个过的人，无敢讲是啥物理由啊。但是当咱的秘书长伊过成的时阵，吼，我咧奇怪，啊，我是国民党的被害者，你过袂行，啊，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被害者呢？哎，奇怪，你过会行？我的标的无同，来必须要知从哪用军权、用政权法、用国际法，搁上条是旧金山合约甲扣落，这是当初阮各输可能上大理由啦。来过来了是，互咱台湾的新闻电影确认起来，本土台人无国籍，我这是属实的，因为你是1946年，你中华民国过来用军队过来的时阵。你的江北的，恁家拢是我中华民国国民，有用国际法，拢签条扩大日本帝国台湾平和时，日本为了要统治者，和台湾平和，两冬的时间让你选择，两冬后我来问，你要做大清的国民，还是要做我大日本帝国国民？结果两冬后来问的时候。拢全台拢4000几个，搁要做大清帝国的。所以各位，你若签户口填本内底，然后注明华侨的吼，你免惊遐。迄个你若讲你什人吼，要做大清帝国的，吼、哦，各位唔知会签到迄无啦？我奇怪，阿个台湾是爱变华侨，迄个是要做大清帝国的啦。啊，所以咧，中华民国又输了来的时阵呢，若无征求咱的同意。就规拢改做中华民国的，所以咱就不好。咱必须要革新，第一件就是呢，本土大人无国籍；第二，本土大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，这也是事实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，是走路的政权，伊毋是正咱台湾的政府。哦，所以这也事实。第三点，就是。旧金山会内底这三条规定，美国就是这占领国嘛，后头做清楚了就过赢，甲一审、甲二审也是迄相像安尼。甲最高法院的时阵，各位放弃抗辩权，因为放弃的时阵表示你以前所讲的这些论调我都认了啦，艺术是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放弃了的时阵。那是讲，即卖伫最高法院等待审判。伫以前的时阵，国民拢讲，台湾这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啊。但是呢，由咱这边秘书长伊就做了做充分了，代表法院接受咱秘书的意见，就这是什么法理的问题，不是政治问题。哦，所以当初是我跟他话，20年后的时阵。用政治解决，总共用日本过，啊，日本人是三亿万，但是咧台湾袂当用安尼啊，那是法律的问题啊。啊，所以既然伫法院内底了，伊放弃抗辩，最高法院当时要判，这里看你时辰，看美国准备好了没有，你台湾民政府准备好了没有，这是咧看，叫做等待，咧等待吼，咧等吼。时机成熟的时阵呢，自然就判了。啊，所以咱我咧看时间就对啊。这个咱袂使超过时间吼，因为今仔天气冷，啊咧食火锅啦，我食火锅吼，所以最后饱，因为吼我拢讲伤济吼，我才把时间就缩短了啦吼。我咧简单吼，啊美国了的时阵呢，因为这是伊有占领国，所以好像讲。他是怎么样呢？单单我讲起来嘛，伊好像是牧羊人呐、啊。啊，牧羊人哦，咧过一顿羊啊啦。啊，这顿羊啊，叫啥来狗？也叫牧羊狗嘛。啊，先前呢，各位电视都看过吼。伊个牧羊人哦，啊，一顶犁啊提咧，啊，一支锤啊在那拉咧。就看一下牧羊狗，啊，咱管这羊啊。咱台湾就好像这群羊啊，就对啦。但美国看这牧羊人管好管好管啊，但是呢，
这个时局变化了后，现在这个牧羊狗呢，不但脚踏的羊啊，哦，连底只羊啊，马丁呢，搁要甲只羊啊吼，要甲别隔壁村民呢，从苏格兰美国牧羊人来咧看见，啊，这只就歹狗啊，这只牧羊狗就歹狗啊，啊，这只狗含只卖名都有下了，叫牧羊狗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你若听住讲，你若牧羊人，你就有啥物态度？所以今日在民政府甲各位是都下输就对啦，各位是咪啊对个欢喜一下？而且真重要是，咱本来个别国是喏有两个强项，第一强项那是公布，第二个强项那是欢迎。两个弱项，因为咱没得管的，咱没得资源，留下来国务院、甲对、甲国会。但当国务院讲宣布到放弃抗辩权了时呢，咱把那弱项又变成强项。个第四个强项留下来呢，第四个强项，去年。八月二日，美国国会有一个研究小组的时候，对我正式再次公布，就重申就对了，搁顶讲就对了。中华民国、中华人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呐、啊，这是去年八月二日国会那个，啊，所以你也知道吼。所以国会拿的正式表明，台湾不是你中华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，就国会内底，咱两个变强项了呢。所以咱呢，本来二强二弱，今嘛呢都变成四项拢是强项，就对咱台湾民众是绝对是百分之百有利的。所以各位，今仔咱所有即个只个咱台民众的成员，会让大家倒转来即个家。电招台小白，我讲这一个机缘，一个机会，大家把握，就利用这个机会是来共同。你个知哦，我把所有诶拢放掉后，就是专心一力为了咱台民政府，要把中华民国挂出去，这是我们的希望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需要什么？希望大家积极，我积极是咩啦？我们就来等待。时机也就快来临了，所以我讲哦，这个指日可待哦。所以各位，今我有这个题目，就向各位要有信心，咱共同啥呢？含咱秘书长协力，共同来写啥呢？台湾新的历史，这条关才有写过，但迄个历史不够看，新的未来这条历史，咱可能大明最后说不循环。含秘书长来共同来写新的台湾历史的一页。以上，这是我们等待，也是对我们期望。我们时间到了，刚才各位，那各位要讲什么？再一次谢谢我们蔡老师。各位稍安勿躁，大家小坐下。因为咱的火锅，我伫准备吼，啊中昼大家因为今日较寒，中昼大家食火锅，啊，较听迄餐厅也有人会指挥吼，我唔知影今。